我本来想说我要跟豆花妹一起撑一把伞，没想到你来干嘛？我就来，快点啊，快点啊！好好好，好不好？来，那豆花妹，那个2015年呢、啊，有什么样新的愿望？还是你已经在 ING 进行当中了？新的愿望，希望是今年呢，《铁狮玉玲珑》的电影票房破亿！耶！打雷炮啊！现在过了一几年啊，有没有去看呢、啊？有吗？过好年，然后笑一整年。是因为豆花妹这次是第一次参与这个贺岁电影的演出。没错，然后其实这一部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笑，然后让大家是一个很喜气过一整年好年的一部好的电影。真的，我想交给我们今天高雄帮你处理5000万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定把高雄处理5000万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！对，那你要继续好好唱歌，我们就一直就去看电影，这样。好好好，一定要去看。那这样子，因为接下来你还要演唱，所以我觉得伞还是你要拿。对呀、啊，你要拿真的，你不能。我真的想跟他们一起淋雨，其实蛮浪漫的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对，好，来你。对。你也会感冒啊？我们高雄的朋友就是这么热情哈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热情掌声欢迎陈鸿儒。谢谢，真的很。